来关心今日的活动消息。嘉义市政府卫生局推广健康健行，一号上午在江边运动公园举办全家去寻宝健行活动。嘉义市长吴敏辉含500位的市民做伙骑起手机啊，那行那体验着山顶捡环保回收的虚拟宝物，或者是纯粹实体健康保值。民众沿途惊喜连连，趣味的健行寻宝不只是健康运动，搁来加添着生活的乐趣。由国民健康诉讼发起的走路寻宝去全台起步走专门身体活动所长竞赛活动，透过捡虚拟的回收物，除了运动，可以当响应着本色无落地的概念，提倡着环保素专门的生活基地。江宜市政府卫生局特别伫咧江边运动公园，对即日起到12月3日，规划全家寻宝去健行活动。市长吴敏辉伫一号特别到场体验，鼓励民众招亲戚朋友做伙参加，透过趣味的竞赛开启健康的生活。增加运动量，也享受到山顶寻宝的乐趣。解封以后，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多走出来，让我们更好的运动。所以我们已经办过了5场的健走运动之后，今天在国健署的一个策划之下，全台起步走的一个活动，嘉义市呢，当然就是马上就响应。而这响应当中呢，这里这一次结合了手机，如果你有智慧手机呢，你可以一边玩啊，那一边走，还可以一边玩抓宝。那能够借由手机 APP 里面我们下载了以后再跟大家带着走，我想这是连健走都可以这么有趣味。那我们看到今天很多大大小小大家一起走出来，嘉义区是一个健康的城市，也是一个幸福的城市。因为有健康的身体，还有健康的心灵，那我们社会才能够更健康。那再一次的呼吁我们所有好朋友，如果我们相关的活动可以看我们爱嘉义 APP 上面会有一些相关活动记载，因为只要你愿意再记录下来的话，你都有机会再参加国健署的摸彩活动。那我们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大家快乐幸福。全家寻宝去运动加健康健行山顶竞赛，鼓励民众手机下载健行笔记 APP。民众伫咧活动期间，会当家己到江边运动公园，沿着健行路线找虚拟宝物，传到网络顶头。每礼拜上座会当传15届，每礼拜拢会举办抽奖，有50万的好礼奖品等民众来挑战。详细活动的办法会当到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国民健康科来查询。最新新闻，周定顺、王小璇，嘉义市彩虹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